唱个《红之间》送给你们。好，我们开始抽奖啦！一共500元，平分给直播间的小伙伴，10位小伙伴会中奖。大家关注直播间，然后打出“万一呢”三个字就可以参与啦。在将要触碰时消散，错觉的地久天长，其实是一无所有。童话说雨后会有一道彩虹，却不曾说过它也会转瞬长空。想要把绚烂紧紧握在手中，忽然发现你已不见。是什么拥抱都无法拥有完整。我看见希望闪耀彩虹之间，光芒凝结于你我的那片天，不再追问你为何不再停留，微笑看见爱的浮现。雨后的天空会有出现彩虹，天使的安慰亲吻这世界完整，不再追问你为何不能停留，放下了执念微笑现在。谢谢可可大蘑菇的蘑菇饭吃，红之间送给大家。倒计时，大家可以参与抽奖哦，也可以在直播间网页端呢，就是直播间的左下角有一个天选时刻，是紫色的书，然后点开它一键参与，就可以参与进来我们的抽奖啦。